是这样，哎，非常荣幸，又请到了东尼老师啊，就是这一次特地买来这个鹿肉啊，不过是那个超市买的，对，超市人工养殖的，对，合法的，很多人都买来吃的那种，对，这大家不要担心啊、哦。哇，这么高级哦，这包你就说多少钱嘛，大黄菜。500，我拍视频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。哎，你别说，上次那个烧烤真的隔了一年了。对，不，你应该这样说，不是吧？一年了吗？然后我就接，好像是吧？你们去上个视频看一下，好像上个视频就能加播放量。不过说实话，真的没有吃过鹿肉，第一次。我也是啊，就很荣幸。哎，鹿菲力、鹿肉块、鹿排、鹿肉，我们先用这个。你逼话真多。鹿肉，我们先用水去泡一下，隔着包装袋给它解冻一下。这个鹿肉现在已经是清洗好了，因为刚刚有点那种。就血太多，我又用清水泡了一个小时，这闻着就是鹿肉腥味有点大，然后毕竟我又没有看过那种教程，所以呢咱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先腌制一下，搞点姜，小洋葱，搞一点料酒。这么不严谨的，不应该精确到多少克吗？算了哎，又不是请什么贵重客人。白砂糖、排骨味王、酱油、辣椒粉、辣鲜露，加点盐、白胡椒粉，最后搞点油，抓的任务交给你，抓抓腌制20分钟。试一下啊、哦，这个炭已经打好了，我们先烤点这个鹿肉块和这个鹿菲力，再烤个鹿排吧，哦，刷点油哦，闻到香味了，哇，鹿肉可能烤出来很好吃哦，你就烤一个鹿排，那冰箱没有东西了呀？啊，你刚刚不是说还有牛排，还有那个牛肉什么的吗？哦，我记错了，是吗？你可以去看一下，我昨天好像吃掉了啊，没事，我可以去看一下，吃不完，你不要怕，没事啊，我可以睡沙发了，哎，我感觉好了，它已经七分熟，我听别人说鹿肉七分熟好好吃。哎，我感觉好了，它因为七分熟，我听别人说鹿肉七分熟好好吃。没熟啊，我不要。再稍微烤个5分钟。这环境好狭窄，比我们之前烤那个狭窄多了。没办法，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，还要坚持这种创作。是这样，大黄派做视频的精神一直都这样。如果是我，肯定会给你一个点赞了。真的，我看到这种视频，我直接连点3个赞。对，应该可以了，我觉得。刷点纸啊，干出来。哇，大自然的味道，超级好吃！哇，好多汁肉，有点像牛肉，但是它要比牛肉更嫩啊、加了嫩肉粉的牛肉啊，不，加了嫩肉粉的鹿肉啊，哎，加了鹿肉粉的牛肉，确实很像，不过还在滴血。再烤一会，它的鹿肉块太大了，就是还没有那么好熟。我有点想搞一口的，一起吃好不好？嗯，是兄弟都是一起吃。我操！好吃吗？那不是难吃吗？我感觉它没熟哦。我这个好像熟了。真的吗？嗯，不信你试一块。那你再吃一块。嫩的。我知道嫩，就没熟的肉都挺嫩的。能吃了。我也觉得能吃，但是我这个人比较爱吃十分熟的。M3左右的一个眼肉，就鹿肉这口感怎么说呢？它我觉得煎于猪肉、牛肉、鸡肉之间，就这肉熟了以后，我感觉它就没有很嫩了，它没有鸡肉那种嫩，但是又很紧实。废话说完了，你等会帮我剪一下好不好？我肯定帮你剪的，等等你说出来肯定是一条连贯的。烤鹿肉啊，是一道以鹿肉为主要食材制作的东西。看一下这鹿肉。鹿菲力这个部位非常嫩，而且有汁的鹿，它真的是可以吃八分熟了。刚刚说了，贝爷都是生吃的，嗯，就是鹿血很多人直接喝的，哪怕是鹿尿都能治百病了。熟了，这个绝对熟了。你先吃。有时候呢，就毕竟是客人嘛，嗯，客人来到这边也会不好意思的嘛，你也会不好意思。哎呦，这牛排香香香香的，特别是油脂。M3 呢、啊，比上次的等级稍微低一点，但是我对你的敬意是不变的。
哇，其实说实话真的是很香，嗯，真啃一只鹿排真的很香，好吃。牛排要烤的比较久，因为是后切的。七分，我们就是看一下完美的粉红色，哎呀，这个是七分的样子。那放上来吗？还想再烤一会儿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兄弟不嫌埋汰，可以了，可以直接吃了。哇，真有这么好吃吗？哇，太好吃了，烤牛排那种油脂的那种香味啊！我靠，那个鹿肉跟它比起来，什么玩意儿？弟弟，我还吃了罐牛肉。我想比较一下，就是它跟之前那个 M 九有什么区别？可是我已经忘了那个味道了。关我屁事！我按套路出牌。好吃是好吃，就是你这个切的太大块了，我这樱桃小嘴没那么大。什么是肉？哦，这就是肉，你吃吗？你为啥不说话？你不吃我吃了。什么这么久？哎，你不是吃烧烤吗？怎么吃烧烤？我这刚来，你头怎么还绿了？哎，不对，染了一个月，怎么绿？现在几点？2点，凌晨2点。